老老，你这西瓜能带到当下吗？还不是你小子嘴馋，待会你就知道了。就这几个虾怎么吃啊？老老，待会做个你从来没吃过。老老，处理龙虾太麻烦了，你自己想吃还叫我洗呢。我看是谁想吃了，待会做好了叫你尝着尝的意思。现在切点配料。老老，这怎么做才好吃啊？你看老老做完了你就学会了，加上豆瓣酱给它炒香一下。嗯，老老这好香啊，你先贴着我看看呗。就你猴急，大家帮老老点个小爱心了。